好久不见，是好久不见，玩个四人的可以啊，嗯，欢迎你了，到时候把我做成猪脚饭，那得畅销得多，那得畅销到国外去了，去法国排制到都排那个不够。哦，是，还是爆。你有好朋友吗？我好朋友呀，我看看，嗯。嗯，来个呜呜吧，因为有你。又不知道，欢迎神秘人八五二七。Hello Hello， 小田啊。Hello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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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哥，哎，吴姐 hello, 漂亮 ，Hello 陈星，哎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嗯，哎，幼玲漂亮，都漂亮，哎、都漂亮，哎呀，太阳好美，哎，吴姐好美，周若琳，陈星姐姐很瘦啊，我瘦了没有？比去年很瘦很瘦，你为什么那么瘦啊？我减了68斤，怎么做到的？可以教我一下吗？特别是那个肚子那里，你还不了解，你还不了解我啊？你觉得能怎么做到？哦，不吃不喝。抽脂，抽脂，肌肉组织抽，但是那个，但是那个好痛苦、啊。所以现在身体不是不好了吗？哦，啊、那还以为是注意身体，但是真的好瘦，你有点像张天爱。张天爱也太抬举我了吧？张天爱他就是很瘦啊，张天爱他是身材挺好。是该大的地方大，你懂的。那快，你开始 PK 了，臭妞！说吧，玩什么？玩什么？当然是100票开始辱骂你啦！好，谁过程谁票少的不能说话。当然啦，肯定的呀，100票开始，不好意思。看来这房间里做猪脚饭的不止我一个，那何止？这我都不忍心骂，都是美女。等等，你不忍心我来，小太阳，感谢救多尔夫送的威尔启航，谢谢救多尔夫。你不忍心我来，在这个互联网，你有票有流量你就是王，谁放歌？关了 ，Turn off the app close。是你是吧，幽灵啊？嗯，是你，那没事，是你放吧。晨曦姐姐，这确实好像不怎么好骂哦。那这可怎么办、啊？哎呀，救德福，对不起你哦，你送个爱的启航，但是我真的有点无法骂呢。这要是都是那些朋友，我可以骂这个。幽灵长得确实好漂亮，是那种有点幼的美女，幼态美女感觉是。陈姐姐好瘦，陈姐姐头感变大了有点，但是我高啊，你多高呀、啊、陈姐姐1.79米，我去，那是真的很丑，不会，就是好像有点太瘦了，过于瘦了有点，你应该增增肌，对，有点太瘦了，我就不增。小太阳怎么这么高冷，小太阳被昨天的采访视频整 emo 了呗？你快别提了，啊、感谢我 S 哥的都不爱说话了啊 ，emo 了。幽灵，谁让你感谢的？票少不能说话，你100多票，你感谢上了，不要感谢啊！谁让你搓手的呀，陈曦姐姐？我没有票就不要动，嘴巴也不要动，不要说话，好不好？这样过下嘉诚、英小心，让他们都听听我说话吧，反正他们也没有票。我可以说话了。不敢骂了，都不敢骂。对啊，确实不敢。我随便骂哈，我是金骂的。给我什么？他骂干嘛？我骂，我来骂，我来骂。你来骂，让陈姐姐上场。我看你来骂，可是你没有票，你怎么骂陈姐姐？100多票，你跟我们的距离还差2个圈呢。哎哎，对呀，你也骂不了，你还是安静点吧。幽灵确实开心，幽灵现在第2名，马上他又能说话了，他就差100多分，他超过我，他就能说话了。
还有两分多钟，我还可以说一分多钟是吧？嗯，感谢我 S 哥。我要说，把这个让晨曦你来骂吧。我离你们差两个档次，算了吧。那必须得你来骂了啊！骂一个月的猪脚饭都给我了。呀，哦、你起码啊，吴姐，我跟周林认识那么多年了，你就认识十八年而已，也不多。你觉得你这个格子衫还挺好看的啊，很简约。那个什么太阳，你很美啊，漂亮，喜欢，哎，可以闭麦了，一分钟了，咱拉票吧，好漂亮，拉票了，谢谢旧多尔夫，下面给旧多尔夫。走，我在，哎，都不那个。你们说他们这么厉害的主播拉我这种小咖的秘境来干嘛呀？吓死！哎，怎么开麦了呢？各位女神们，嗨，前辈。行，梁哥和幼林。梁哥和幼林加罚吧。行，那就我发小屋吧，奖励小屋卡了，杨哥你有点卡，欢迎快乐的满，我卡呀，杨哥你有点卡，杨哥我，杨哥有点卡，你看他卡吗？哦，我是卡一点点，是有点 卡顿，现在呢？我看你跟周若琳都很相似，有点卡顿，你再动一下。好了，先好了，好像好了，好了吧？好像好了，现在好像好了，嗯。行，那要不然又林先那个先奖励晨曦姐姐。啊，那晨曦夸那个夸我们家的猪脚饭大卖猪脚饭的大哥，夸他。是卖猪脚饭的。卖猪脚饭的大哥。对，然后他用他一个月的卖的。我的妈呀，大哥！我最爱吃猪脚饭了，我每次去广州、去深圳、去潮汕，我不吃生蚝，我不吃牛肉火锅，我不吃牛肉丸，我就吃猪脚饭，太美妙了，真的很美妙，我的好哥哥，真的很好吃。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？我喜欢吃里面的包包菜，那是全世界最美妙的食物，再拌上那个潮汕酱油，再加上一口米饭。虽然我为了节食，我为了减肥，碳水控制的很精准，但是真的很美妙。你怎么这么美妙？你选对了一个很美妙的行业，猪脚饭，做猪脚饭发家致富，我为猪脚饭代言，平白强人，广东猪脚饭，好，可以啊，以我要去唐大卖猪脚饭，行吗？啊，谢谢 Everyone Brands 的关注。他要去你那里卖猪脚饭，猪脚饭很好吃啊，确实好吃，我也喜欢，我很爱吃，确实咸咸的，我喜欢吃里面的包包菜，包包菜，咸菜呢？就是猪脚饭里面不是会有那个手撕包菜在里面吗？哦哦，对，欢迎那个我就叫包包菜，卷心菜那个是龙江猪脚饭啊，龙江猪脚饭，包菜吧，就是、不好意思啊，更改一下，包菜对包菜，很美妙，是太阳了。很美妙。该我那小吴，你要展示一下才艺，唱歌什么都行。你看你想展示啥？唱歌。你是不是你有点紧张啊？你有点拘？不是紧张，不是紧张，这不欢迎加盟，加盟配推迟。有点害羞了，有点。对他有点害羞，所以我就没敢，我也不敢让他干啥。看着他。吴说我的才艺就是美貌。他很少会这样害羞。没有啊，也很多的。唱啥呀？周亮，你搬家了没？他都害羞了啊！你搬家了？你没搬家吧？没有哎。行，我去深圳的时候就去下趟你家。可以啊，但是我要去杭州了，我过几天去杭州发展。你搬走啦？不搬，但是我也要去杭州。哦，懂，好 ，OK。那我唱个说唱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啊，行。你需要说唱？啊。
我唱一个专情吧。那天我酒也没喝多，忍不住想对你说，如果你世界没我，散不散是一种解脱，等不到要的结果，那就不必再折磨，我可以一个人写歌，一个人好好生活，别再客气，我们只能走到这里，躲进车里逃避内心，开着车里别伤和气，结束的那么彻底，以为可以，总以为你也乐意，把头埋在水里找平常心，耳机总把这一首循环听，抱歉误解了你的付出与苦心，嘴巴说不出爱你却吐出尼古丁，我承认是你给的灵感创作，我承认互相也只能放过，我承认有段时间已经忘我，不承认这就是我们最终的段落，不愿徘徊欲望中迷失寻找自己，对着镜子反射出来看到的却是你，用最擅长的方式藏在寒烟字里，自己变成了你却变成了自己。我唱一小段吧。这什么歌？唱得很美妙，谢谢音乐末日送我这首好姊妹送我的浪漫列车。这是什么歌啊？专情，专情。哦，我要去学一下。专情，你学一下啊。好的，好，行。杭州开，那走了。好，好，拜拜拜，大家下次玩好的。拜拜，各位大美女。大家拜拜，晨曦拜拜。拜拜，各位大美女。我们点个互关吧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很美妙，很漂亮。谢谢谢谢，那我走了，拜拜拜拜。哎，我跟没跟呜呜，最后我跟呜呜讲讲话来着，他咋，他确实有一点紧张哈，我都不敢，我都不敢让他跳舞啥的。我感觉他这么害羞的话，我就只敢让他唱歌，真的好好的展示一下自己，被封印了，不知道啊。